开局悄咪咪地跟在蛇王身后，瞅准机会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猴子蛇王这是来送人头的吧？接着来盘这条黄色大蛇王。哇，就没了吗？有粉丝说被一条美人鱼蛇王追着打了好几条街，玩了好久，好不容易当上蛇王就被他给秒了，气得他把手机都摔了，这怎么能忍？看我今天怎么替你们收拾他。叮叮叮，找到了，就是这条名字是上官德的王冠蛇王了。旁边的西瓜红蛇王也是欺负你们的，我们也不放过。成功将两条蛇王纳入我们的包围圈。瞧，吸血鬼蛇王也来凑热闹了，正好也一块围了。哎哎，不可以！哎，别！哎呀，尾巴断开了，差点就捡了芝麻丢了瓜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来回走位，慢慢往里压缩蛇王们的生存空间。加油，快点把它打到趴！小伙伴们，这三条蛇王有欺负过你吗？西瓜红蛇王欺负过的 Q1， 美人鱼蛇王欺负过的 Q2， 吸血鬼蛇王欺负的 Q3， 让我看看这些家伙欺负了我多少小粉丝，今天就让他们也尝尝被包饺子的滋味，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你们了。哇，太好太好了。捣乱的小蛇有点多，一定稳住，不要慌。吸血鬼蛇王率先缴械投降了。快看，西瓜红蛇王马上复活，来找我们复仇了。你又来了，哥。瞧这家伙，真的是打不死的小强本强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放过他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们再给美人鱼蛇王的小窝加个固，以防蛇王趁机溜之大吉。小绿陪跑了这么久，终于也闪亮下台。此刻只剩美人鱼蛇王还在苦苦坚持，稳住小手，继续压缩走位。只要压憋压得好，哪有蛇王盘不倒？对了，同款好玩的游戏，链接我就放在下面咯。喜欢就点进来一起玩吧。十分钟后，终于成功将蛇王击杀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。